我感觉坏起来了。现在我说说计划是什么。最近一直在挨打，不是老是挨打，就没有不挨打过，好不？忒惨了。嘿嘿，眼被 A 了 ，nice 呀！你看到 EZ 就选猫咪，不是，我是看到对面泰坦，我感觉这把选露露很容易崩。千万别和人说我喜欢抱抱。所以，看看我们 EZ 玩了21把，胜率 42.9， 黄金一。你会不会？还行吧。哇，这个男刀好像还可以。哎呀，我没有蓝了，就很难受，咋办？这泰坦钩子好准啊！我的妈耶！还好没有玩露露，不然可能要暴毙在这了。有炮车，我们吃完这波线再走吧。哇，这男刀是个爹，可以，我们下路稳住就好。只要不是过于离谱就好，会有人来 C 的，太好了。你可得把我盯紧了，我感觉红点点。
每天等人吸真痛苦。没事，对面中对面对面，哎，他这头哪来的？拿的都是打野的头吗？对面打野已经崩了。敌方中路消失了，各位注意，这怎么有一种打王者荣耀的感觉呢？还有这种东西吗 ？We game。有炮车，失策了。人去中路了吗？还是去哪了？打龙去了吗？哦，打龙去了。下路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队友很给力，我已经六级了，我一会儿就要去换一个大腿抱了。他们辅助不见了。你开个语音慢慢萌，队友会更努力哦。你以为打王者荣耀呢？开语音慢慢萌，他们又听不到我说话。
谢谢李思穗的星空火箭，谢谢网店一家亲的飞机，谢谢辅国的七十五封情书，谢谢 Crystal 的五个甜蜜卡丁车。哇，居然还有塔皮可以擦擦，太舒服了。要不要过去帮一下呀？哎，大哥，大哥！我们 AD 不在了，这龙龟想干嘛呀？还要单杀他吗？应该要暴毙了吧？哎，要惨了！我干嘛呀？我这么可怜。哇！我活下来了。完了，太多人了吧的。我真的笑死，这都什么事情吧，给我看傻了。对面真的脑溢血，我发现。走这边，不对，这边，不行吧，那边行。算了，回去吧。这塔是带，我觉得也是。哇，我也太有钱了吧，我的天哪。打盹能让我的魔力更强，是真的，你看。
直接读书有点激进了吧。他好像，他是不是要去上路找那个狗熊了？那我就在他身上待一会儿吧。不知道能不能混个助攻呢？哇，这上单好像出肉的吧？看他打个红 buff 都费劲，但是他好肉呀。哦，都要回家，那我也回去吧。哇，我终于要赢了，在经历了六连败之后，这把队友看起来也都很正常。咦，被发现了。这咋把这峡谷先锋给招来了。哇，队友都太猛了。好起来了，好起来了。这个熊现在开大，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会要滚人家泉水了吧？哦，还好，是个正常人。耶！拿下，赢了，太不可思议了！乘胜追击。
这卡萨丁的经济还没有我高，他好惨呀、啊！那要是输了怎么办？夹住一个火箭要输，好嘛？你们到时候不要跑哈！我跟你们讲 ，ID 我都已经记住了。猫咪探路。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碾碎他。好了，对面的这个金克斯玩了2626把。离谱但凡是看我不顺眼的人从这里开始排队哦全军出击我不要再失去一个宝宝跟军队为战的猎手已经踏进了战场凡是看我不顺眼的人从这里开始排队嘿我能行应该是我能行你嘛你来办吧哦、请你不要死，这可太尴尬了。我不要再失去一个伙伴了，跟紧我的就没事。害我们吃不上午饭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敌人。甚至比我的小灯还亮。咋了？对面这日女掉线了，福利局。Nice。哦，还以为他掉线了呢，烦人。
哇，刚刚好惊险啊！接我一下，等等我啊！等我呀！烦。需要放的皇子，那皇子直接就跳上来了，我看他都不等我，真是个带恶人。任务可以再开，等会儿，现在情况有点焦灼，晚一点吧。趁现在开一个。Nice！ 哇哇，他怎么一个人就上了？完了，他要没啊啊啊！哎、啊，惨！对了，是谁干的呢？我们永远也猜不到。哎呀，这个日女，烦死了！暂时不用换一匹马，起码现在这样我们下路还能稳一下。我要是溜了，我怕他一个人暴毙。我也快有大了。
大哥，你可别再被他定到了。Nice， 爆的好！哎，惨！哎，不是我说，他们这皇子支援的也太快了吧，这离谱！哎呦，大哥！我没有蓝了。完了，来了800号人，回家了。干嘛吧，不要再打这个日女了，大哥。他没回去吗？哦，nice， 好起来了，好起来了。这一季怎么连个鞋子都没有啊？我说他怎么走路这么慢，跟老太太一样。
你走快点呀，大哥！连双鞋也不买。nice， 好起来了，炮船没有 A 到，可惜。非要上去杀，还以为他们真的要杀，上当了。我想着他们要杀我，扛一下塔也没什么啊，反正我有 E， 算了算了，可惜可惜。哦吼！这也太他妈搞笑了吧！哇，哎哎哎，这波 AOE 爆炸！但是估计要被这卡萨丁一个人收掉了。坏起来了。又要拯救世界了吗？我跟着这万豪吧。哇哦，你真好闻，你最近钓过鱼吗？不是，他明明知道那吸血鬼明明看到那里有人的，非要往上去，不知道干嘛。啊！有没有人来救救我？
想看 EG 的装备。我的书也没了，无字天书。他们永远都是一个人在这里，背后跟着一群人。我为什么卡住了？什么鬼？他现在扛不住的金克斯，哎，完了，他又被拉进去皇城 PK 了。哇，我们这个兵线也太尴尬了吧。怎么又这样？没了。嗯，我跟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从那波那个吸血鬼。看到对面已经 一大堆人围在中路了，那铁男就在那等着他，还非要从那边，就非要从草那边绕过去，被那个铁男拉进去的那一波开始，就开始出问题了，唉。